哎，广东啊，广东啊！去深圳多少钱呢、啊？去什么深圳？深圳都赚不到钱了，中国的钱好赚啊！我去深圳，你别管那么多。深圳300。300就300了。哎，你赚钱哪里来的？哦。到哪里啊，美女？去深圳嘛。哎呦，去深圳都说东莞的钱好赚啦、啊。你要说深圳那里开发大呀。哎，你那个行，300。300啊。是啊。那么太阳快点啦、啊，老板，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美女，没有卡没？干嘛？怎么通过你那里打钱给我的？怎么可能、啊？脚都没有的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你快点的。嗯，好热，那300。又那想拿那个假钱来忽悠我是不是？哪里是假钱？刚领到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你看看你这3张，哎、怎么回事嘛？手感都不一样。哎呀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不可能吧？还不可能。我第一次下广告。怎么你这个美女老是用假钱啊？哎，哪里是假钱？明明就是假钱，还说明假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我们天天拉客的，这真的了吧？哎，那行，上去吧。坐前面去啊，美女。阿妹，到边度啊？广州啊，广州。又系广州，都话东莞呢，钱好搵啲啊。东莞黑唔少啊，广州嗰度仲好玩。依家有条财路介绍你哋去，你都唔会真系嚟。两嚿水得到广州？广州两嚿水啊？系啊，广州一样可以玩噶。咁、哦、样啊？之前喺东莞训练过啦。哦，广州系几多钱啊？广州系嘛？都系两嚿水啊。两嚿水。哎呀，美女，你去哪里？啊，等问你啥事？哎，就问你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你啥事？你们装什么？我想说了，说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光去上卖啊！你没有危险物品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别争了，到后面去聊。去哪里的？佛山的。佛山的。哎，我帮忙干嘛？一百蚊嘛，得个佛山。哎呦，得个嘞，咁靓仔。哎哎。等啦，系、哎、一齐做。等阵你要坐我旁边冇？系咯，坐副驾旁边咧。坐副驾一齐同我食饭啦。哎，你请我食饭咧？冇问题啦。好噶、OK。啊，坐呢度啦，坐呢度啦。系咯，系有安全带啊，掌上发车。陈志贤，精神兄弟。好，开车啦，开车啦，开车，开车。哎呦，哎呦，美女，你们都说要去哪里、啊？我去佛山，佛山呐、啊，嗯，我去深圳，我第一次做什么厂啊？是那种电子厂的，工资多少钱？工资6000-7000一个月。啊、我佛山那边才3000多，3000多、啊，要不要人？我跟你去。要啊，他们现在大量招人。行，那我跟你去吧。我广州更加赚钱。你广州做什么？做文员啊。做文员没那么高。哎呀，文员都是时间非常闲，晚上。闲了那个。晚上有带你去那种啊。我不要。逼逼啊！你吵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没看到车子停了吗？聊会天都不行啊。聊会天，聊会天。我们要干嘛呀？你看到广州的是不是？对啊。加300。会不会啊？毛头你会的。还加300，空调都不舍得开，开什么空调？哎呦，我想吐了。没见过要加钱，我从来没做过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啦！你想加300块钱，等着我开空调，而且全程包住。哎、啊，不加！你这个干活，你加不加？我们不加，全部搬来。掉下来了没有？喂。美女，站起来！哎呦，可以哦，这种别人介绍的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美女，站起来！把他的全部拿完先，拿完先。我就漂亮哦，亮了老板。这个卡没的没什么钱，我这个全部拿了。哎，我这个才300块，把你这个包拿了，再拿来。三个，靠近不是？哎呦，这么亮啊！对啊！哎呦，他妈的！都是几个，还要唯一的。三姐，再喷点，再喷点，再喷点，要不要？美女，三弟啊，手机拿。
等一下，你站住！你手机，包都拿了。我兜里还有钱，那里还有一个包，就包包。今天站住，你的，再放的。哎，这里，你看看，哎呀，那怎么自动关？这样关？对，大哥，不要搬那个老鼠，这个不要管了。队长，去那边去，这个老鼠去那边，走走走，这个不要。掉下怎么样呢？跳个舞。加玻璃。对，哎呦，很适合啊，这是个。对，大家去东莞的酒吧。继续赚钱啊。对，是的，哎呀，这一点钱你们就满足了吗？不然怎么能满足？就这么一点，你看。就是了，现在他们那身份证各方面都拿了没有？拿了，怎么拿完了？对呀。啊，别站住！站住！这里还有一个位置。你坐前面。站住！要每个月工资再提前都打给你们的啊！没问题，要半路，我这要半路不听话的话，再喷一下。啊，可以。过几天他们就适应了。哎，可以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快点开车走。干嘛没呢？买水果啊？对啊，你这水果怎么卖啊？我这个啊是自己家种的不？10块钱5斤。10块钱5斤呢？是啊，很便宜的，你试一下。我这个刚刚在那边买才1块钱1斤哦。1块钱1斤呢？是啊。那要多少？我也卖1块钱1，就1块钱嘛，卖给你吧。1块钱啊？啊。甜不甜啊？很甜的，你尝一下嘛，我自己家种的。这样子啊？是。那我尝一个。嗯。要的话尝吧。这个也是吗？啊，一样的，反正都是我自己家种的。一样的。嗯。那你帮我称5斤吧。5斤呢？对。要不要自己挑一下？不用，你就帮我。我帮你挑啊，大的还是小的？大小的无所谓哦。大小都无所谓了。哎，接个烂算了，丢到那边去。嗯，很甜哦。甜吧？嗯。啊。怎么现在别人卖那么便宜啦？平时都是卖10块5斤的，怎么今天卖那么便宜给你？现在是尾季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个沃柑就是刚上市的。哪有刚上市？是。掉，我再蒸好一点啊。nani？4.28，啊，还差两个。4.28，多给两个嘛。啊，没事，我会蒸好一点，不会少你的。店家们可不。哎呦，5斤半了，算了，5斤啊。5斤半。啊，交一下算5斤了啊。5斤就是5块钱啊，就大清早2天了，要不要装点？不要了啊，想一下也可以啊，不用钱的。没有微信啊？有微信。我没带现金。美女，是不是单身呢？单身难道有便宜吗？单身的话，你加我微信我就不收你钱。哎呦你妈！怎么样？加你微信呢？是啊，结个朋友嘛。啊，那也行啊。啊？那也行。我找你啊。嗯。哎，可以了。哦，叫三妹啊。对。那么好听的名字，你排第三了是不是？肯定是。我叫老牛啊。哦，你叫老牛。看到了。那晚上我约你吃烧烤哦。
小是啊，喝奶茶不？怎么样？这样子啊？啊。哎呀。我请你了，不用你请钱。请我啊？嗯。这么好。是啊。我拿你的水果啊。哦，多给两个你吧，来来来。来来，再给两个。袋子都装满了。啊。好了，那你先回去吧啊。晚上我再约你，约你吃烧烤啊。那那行。今晚见哦。嗯嗯，真的吗？好生意啊！啊，哇，那么漂亮！哎呀，跟妹子一起约吃烧烤，算了，收他。嗯，不卖。有人。哼，这个死老牛，长这鸟样，还想加我微信？哼，把你删掉。啊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今天等我两袋水果。来，哎呀，咱们呀，就是这一家了不？就是这一家。是啊，你呀，去广东了几年了，也没有找一个男朋友回来，你老爸要着急，老妈要催你。没有合适的，不合心意。这个应该合了吧？又是我们附近的，是不是？江门了解一下先，好不好？那看一下。啊啊，如果满意的话。就成了哦。好，喂，大伟，师叔，两位长，在。哦，老刘啊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冷啊？大白天锁着门干嘛？哎呀，让消息。你都说好今天带美女过来给你看的了，给你家小。每家十一点，我现在十二点半了，我就消息一下。哦，难怪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你看身高又高，是不是？这皮肤又白，新哦哦，新来这里说好吧。大伟在不在家？在在在。哦，在就好，快快进去，进来进来。哦，来进进进。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进来进来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这种叫天意啊。美女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来聊天。坐坐坐，你坐坐坐坐，我坐这里啊。你去那边坐。可以，这里儿子在这里坐，怎么样？我坐坐坐也行。那里啊，可以啊，没事。我人家都将就一下，不客气啊。你看看，那么下雨，我都带美女过来给你阿飞看，你叫阿飞看，你说是不是？真的有心了，诚意够了吧？阿飞，哦，还有哦，师傅好，炸好鸡了没有？煮都煮好了。哦，还有。半天我煮好，我就叫我们怎么不来呢？哎呀，老刘最喜欢那烤肉。有了，那是正宗鲁花，要搞那种。是的，酒我就放好了。我阿飞呢？我现在还叫他呢。快快快，阿飞，叫他出来。是啊。阿飞，出来出来。干嘛呀？我们现在在几缸啊？儿子，昨天我要跟你老爸说，今天带美女过来给你看的。怎么没跟我说啊？昨天下雨，我以为他不去，他跟我讲。坐下来，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坐下，原因这样，我看天气预报下雨了，我以为你不去那里了，来到我再说。哎呀，真的是，现在相亲多丢人啊！我那兄弟朋友啊，个个都是自己找的，谁还用相亲呢？什么年代了？六十岁没有结婚那种，更不丢人。对呀，你看像我们村那个。啊快删！你看，都上了光头榜了。我才不相你讲这种话。你多少岁了？你算算，三十了。现在才22岁，哪里三十？真的是。还过几年不到三十了？现在不加你看多女孩谈两三年，拍拖两三年不到三十了。是啊。你当六十岁谈恋爱啊？你讲那废话。我以前，老爸以前18岁就结婚了，20岁。儿子都买酱油了，等你现在，我不管你，你想当爷爷，要不是我想当老爸，没有那么坏了。我自己找，我要去广东。什么情况啊？搞点事业先，没有事业的话，哪里能稳正那个家庭？你这样那个大脑真不开窍，真是把打爆那个西瓜，你相信吗？到底是看不看？不看我就。回去了，哎，不看，搞得我要去广东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去。我要去广东了，大飞，哦，你要来什么？过来，我不知道他还是。哎呀，没有事业，我不相了。这样吧，以后我不理你了。
不理就不理。你怎么搞得那么尴尬呢？今天没办法，你早说啊，老舅，我就带你别的家去啊。那不是不听我说有没有办法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这个到处，哎，浪费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回去了回去了，算了不追了，没有心情追了，没有意思这样啊，哪里好意思是不是？那不是，回不去了。哎，真是给个机会了解都不给。是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真是麻烦，哎呀。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，哎呀，美女真的没有意思，说那些没用啊，你儿子不需要你急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没事，美女，以后找一个比我儿子更优秀的，肯定啦，不信我说有什么办？那肯定啊，既然来到这里了，我开个红包，就得生生利利啊！哦，谢谢啊！找一个比我儿子更优秀的，嗯，更漂亮的，好吧？那必须的。好的，老刘也换吗？辛苦你了，我还没有换过今天，辛苦了。那我就先到了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那回去了。我们走了。老刘，哎呦，哎，我的儿子现在二十来岁，婆一期，叛逆期是不是？到时候呢，他回来的话，你说叫一个过来，好吧？等他回来了再说啊。一定记住。这种年轻的，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没办法。等他撞了南墙回头再说。你爱干什么？实在，老人家说一句话，真是不错的，养不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父之过。谁叫你？是个老爸没办法，如果听我说就好办了。最主要是他年轻的时候，他老妈走得早。他听我说，我的生死都卖酱油了，哎，没办法了，这种。那口不水，口不水，口不水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不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，得了就不用了。哎呀，这搞这种，到时候你不要放弃啊！没事没事，我那时候回来，我叫你过来。是你的事就等于我的事，啊，有的就等他回来。有的这句话我就放心。我只够帮你关注啊，了解啊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不多说了，那不送了啊，回去回去。啊，哎呀，我的孩子暂时不听话是麻烦，以后真是。哎，不理也不行，世界的孩子那个不理的事呢？哎呀，真是！大海啊，你以前不听我说，听我说的话，你孩子那埋酱油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谁知道他去打工也那么辛苦，也赚不到钱，整天讲创业，创什么业啦？那个女朋友又不好找，创到连裤子都没有了。那我也没办法啊，是吧？今天老牛接就过来，不管什么样，是女的都要了，老爸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。整天创业，现在不能这样了吧？啊，应该也快到了，很快了。啊，我等了半天在这里啊，老牛是不是就来呢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老牛，来了来了。怎么今天做的这么帅了？比当年还帅了吗？成熟稳重很多了哦，志如，你看老爸十年后，现在要打这个拐杖了，没办法。如果你早一点结婚的话，那帮你带小孩多好。也是，十年前。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了。十年前你说一句话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哦，现在撞南墙了，回头了。这里都撞破了。你看美女都过来了。啊，你看，哎，来进来进来。是啊，进来，慢慢来。哎呀。老人家进来，老人家爸爸进来，进来吧，进来了，各位后面，哎呦，讲慢一点哦，老牛过来，哎，我又哭了，没事的，我坐哪里可以啊？坐，哎，老牛啊，哎，怎么带着小孩？说过啊，你跟他了解一下，我跟你说。你自己刚刚问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你怎么带个小孩过来？哎呀，被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媚俗？先问你，是好像是以前带过来过那个是吧？十年前，十年前啦、啊。啊，都来你家相会一次了。那时候你不是年轻气盛吗？那时候要去创业，我要去拼搏努力。现在成哎，事业有成没有？啊，哎，下去打那螺丝啊，是
脚都打远了，打到发抖了，就是。是啊。啊。不是去创业了吗？怎么现在？哦，那个没办法，叫什么都不顺。我以为说买车买房了。请老牛过来喝喜酒了，要找不到那个，抽不到烟，你不怪老八，怪我。如果听我说的话，就好办了。当年你听老爸的话，那小孩那么高了，都十年了，十岁了，都去小学五六年级了。美女，那你是、啊，离婚了吗？是啊，那个带了个小三回来，把我抛弃了，然后我就带小孩回来了。这就是缘分。这样是啊，所以现在要介绍给你了，怎么样？算嫌弃吗？你嫌弃吗？嫌弃吗？要带好了吗？下一家了吗？不嫌弃，不嫌弃啊！不嫌弃，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了。我今年都32、33岁了。我不嫌弃，我现在就想找个家而已，能接纳我们母女了啊！是啊，老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是哦，施主，你怎么样哦？我想问你，如果你还前妻的话，你算和尚了。那年是23岁，是不是？现在33岁了。再不走的话，娶了一个原嫁，你就好了。是啊。再说了，现在你看要有一个小孩，都不用你出力，要有一个。但是，不能有钱啊。如果你现在愿意了，马上荣升为老爸了。马上升级，来，马上升级为爷爷，升级版喽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啦？我那忘了，我忘了，连了解都没了解过，忘了。是啊，那时候你都没给机会了解，你就直接走了。那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三妹。啊，三妹啊。对啊。其实的话，我的家境你也应该也了解过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我不嫌弃你，我对你还挺满意的。乖乖乖，不要老是哭。是啊，哎呀，好气啊。给点奶啊，师傅。啊，那行吧。哎呀，既然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也不嫌弃。那今晚就在我家住了，怎么样？肯定的，老妈老爸的已经跟我说了。是啊。只要我老牛帮介绍一个能过日子的、踏实一点的，穷点富点无所谓。跟你说，你不能刚才说那句话，行吧？你一定对别人好。我一定。对他好，而且把这个儿子当作亲生儿子来养。哦，有你这句话呢，老牛也放心了。我跟他老爸老妈说一下，让他们家里人也放心，是不是？至于彩礼这方面呢，他家里人现在他是二婚了嘛，啊，没有那个要求了，只要你去提亲的话，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那行，老牛、啊、那个猪头我少不了你了。哎呀，那个必须的哦。那个啊，猪有鸡还有扣肉，一起去吃个饭。哦、好吧。当然你去了边疆，你又懂礼貌一点。那个明天去，那个是明天的事。啊，对 对, 对。明天会带你去啊、哦。吃饭吧。来，快点哦。那小孩子，来抱一下。不要，你看见你真的是年过硬了。好，快点。现在反正都不客气了，来到就吃饭。你看，20年前那么硬了，现在到这个时候走路了，哎呦，打拐杖了。老了，没中用了。放心了，早几年的话，你老爸还可以帮你看看小孩。现在他自己呢，照顾不了自己。哎呀！这老头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过了一点，让你过去了，行了，慢慢来啊。听不见打喇叭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呦，哎，你都懂吗？我过一点就行了。哎呀，赶住我了！打那么久的喇叭都听不见耳聋了？你都讲一点素质没有，我就让了半步就可以了。什么叫没素质？我从那边过来，我都打了那么多声喇叭，你不看见我走？你不看见我走快几步啊？我走快几步就可以了。赶紧让开！不要过，不让啊！过你个头！哎呀，让开，让开！我就不让，赶紧让开呀、啊！那么凶什么凶？凶我就不让开你，怎么样？你能够吃掉我吗？你想怎样？我就不让开你！你们也那么凶，我让开你，哎、本来就是在两步之差。哎呀，赶紧让开！哎呀，你耍无赖呀、啊！你这老头啊！你这种人一点素质没有。这么老还那么坏，我看见那么漂亮，你心是黑的。哎呀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那给你。你以为我其实是没见过钱啊？哎呀，不要就不要，给钱还不要。走桥比你走路还要多，你还乱七八糟欺负我。你让开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有急事气我，难道我有家了？
你急我不急，现在我大把时间。哎呀，如果逼个一年新的二十年了，你个破车我都推到城里面。我要不是急着我去男朋友，去我男朋友家，我才懒得跟你在这里耗了，赶紧让他。我就不要，我就不要，哎呦，哎呦，欺负人啦，欺负我，让开。哎呦，亏你赢一次。哎呀，老了真没中用啊。让个女人婆欺负我，真的气死了！以后讲出去吧，我老伴都没见过你这种老人，越来越坏。崔家养女孩那么凶，真是讲出去啊，给我老婆知道，我就笑死我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真的，哎，不说了，那么高，怎么拿回去呢？哎呀，终于到了。哎呀，真的是这死老头耽误我时间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哎呀，三妹呀，你怎么这么久啊？你看着都过了一个多钟了。哎呀，路上遇到点麻烦事。哎、干嘛啦？你们家那小路，哎呀，遇到一个老头，哎，先进去再说。哎，进来进来，哥哥休息。来来来，三妹，哎呀，这么久，来坐坐。你们家那路太难走了，我这个给你买了。啊，放这里先吧。哎，来就来，买什么礼物？真的是。哎呀，这不是第一次来吗？肯定要带点礼物登门吗？来，喝口水啊。放这。路上也辛苦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老头啊？哎呀，有一个老头叼着个尿桶啊，就这样担着，把整条路都挡着我走不了，跌得好几声喇叭他都不让我。有这种事啊？哪有这种老人呢？都不懂得礼让的吗？真的是，哎呀，这种老人也有，还耍无赖呢，给他钱他还不要，还耍无赖啊？在哪里？带我去，我就打一顿他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过去了。把他那个桶丢下去了，这么厉害啊！哎呀，还好，哎，不然的话你又等半天呢。我在家那个鸡都杀好了，谁知道你们村还有这种？哎呀，那、再喝口水吧，等下我老爸回来了啊、再吃饭，好吧？好，你老爸出去啊？是啊，老爸刚出去。哎呀。今天不走什么运吗、我从来没让人欺负我，今天让女人婆欺负我，这个笑讲出来的肖邦牙齿，那个女人婆啊凶啊，飞天母鸡那么凶，哎呀，今天等下吃完饭我们上街买点护肤品啊，还有口红啊，买两个包包给你。也行。哎，老爸，买什么？买给我吗？哎呀，买东西呀、买。哎、啊，是你老爸啊？是啊，我老爸啊。哎，这个是谁？哦、这个我女朋友啊，老爸。这个是你的朋友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懂他多久了？这老头是你老爸啊？是啊。我刚说的那个老头就是他、哦、这样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交这种女朋友，你想交多久了？啊，有多久了？有个五六个月了。为什么你不睁开眼睛呢？问问邻居呢？跟老爸说一声呢？怎么了？我这个交那个这种女朋友，哎，凶的母老虎。哪里？他很温柔的、啊。温柔。我挑水淋菜，我回来到睡宅的地方，经过那么多都能够让啊，啊，嫌我晚了，把这桶掉到田里面去，我捡了弄了半天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刚才怀养说的那个老头是我老爸，谁知道他是你老爸？啊，担着那个桶来，把整条路都挡着了。你讲我废话，还不让人家过，就让那么多我过去就行了。
那我你是不是那么急？我打那么多声，老爸你听不到啊，耳聋啊？那个鹿仔让不了啊！哎呀，赶紧向我老爸赔礼道歉啊，给点钱，快点！快点啊，道点歉啊，道个歉，怎么了？儿子啊，做个女人不能要。哎哎，叔叔，刚才是个你竟然废话！哎呀，老爸，你就原谅他一次吧，他也不知道是你啊。我原谅一次可以，但是你这欺负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就做个女人回到我们家以后，你生活怎么过呀？我可以让。哎呀，老爸，我可以让，但是你什么过？就女人去了我们家，你要搞得鸡犬不宁怎么办？不能要，你得走吧。什么呀？赶紧道歉啊！你干什么？哎、叔叔，误会误会。你误我们俩误会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是你啊。我家没有有那么多人，你走吧。你走不走？刚刚是个误会。你走不走？你要不出手才走吧。走就走。哎呀，老爸，我真的是很喜欢他了。你喜欢什么？讲人没人，讲貌没貌，脾气可以不？哦，你喜欢？你喜欢他欺负你吗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呐、啊。他欺负我一时半时我不说，我怕他怕以后欺负你一辈子呀、啊。哎呀。算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、啊。把这种事过去了，以后找一个宽容一点的。又是外地的，说话我们听不懂。好吧，那行吧，不管他了，就讲摆烂摆烂那种人，不理他。我在我弟煮我饭了，我们吃饭去吧，不管了，以后我听老爸的，再找过一个。以后相亲啊，拿相片过来给老爸看看，帮你把把关。知道了，知道了吧？哎呀。我也不知道是他老爸、啊、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看来我这次脾气要改了，不然遇到几个都不成了，不然以后真的是嫁不出去了，这脾气，哎呦。